你这呼噜声打得够响的呀，出来吧。走，给你整点水去。哎呀，这吃完肉的水倒掉。走走走走。水呢，你就喝去了。哎，喝。53天，继续拍啾啾的状态。看镜头，看镜头。你看你的大头，看你的大头。哎呦，大头。看看肚子呢，肚子呢。轮胎也不玩了，看见没？平常是挺喜欢玩轮胎的。我看他往这坐的姿势跟之前不一样。53天，预产期的话还有7天。哎，你坐那儿也行，趴那儿也行，就每天这院儿就为你敞开，但是前提下。前提得把这个艾米的这个笼子给关起来，不能再出现任何意外了，是不是？可不能咬了啊！今天太热，咱不咬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拉开，现在就是他不能见其他的狗，啊，见其他的狗出来。有些人说是他是嫉妒，嫉妒的话，平常的时候也把它放出来，不是不把它放出来，啊，所以说他。他这种就是不能看见别的狗去跟其他的狗有一些过激的行为，有些过激的行为他就会出现这种。多好啊，外边凉快是不是？比那里边凉快是不是？啊，今天外边有风，然后上面有这个遮阳网，底下也很凉快的。今天的活动量小啊，53天了，家人们看着这个肚子今天有没有变化。反正我看着有一丁点儿，但变化不是很大呀。那咱不钻那里边，钻那里边干啥呀？钻那里边干啥？不行，有动静。拉开，也听见外边有动静了。有的人说。真有人来了，谁呀？谁来了？他们得出去溜一圈，不出去溜他就难受。咱不出去，人家外边浇地呢，你看到没？你看没？咱不出去，刚才在院里好好的，听见动静来了，你看没？赶紧铲屎吧！别开电扇，妞妞，咱上产房过来，产房开风扇，来，过来，来，这，来，上，哎，我把风扇打开啊，这你就是你生产的地儿，听见没？然后外边那个里边太热，然后让妞妞提前适应产房吧，对不对？这个里边是带监控的，艾米那个里边不需要任何的监控了，所以说。妞妞提前适应产房啊，风扇开开，风扇打开啊，一会儿就凉快了。就在这儿吧，好不好？你上一次就在这儿生的，提前适应嘛，也53天了，该适应了。不管有没有带胎，有没有生，就在这儿适应啊。这块凉快，这块比那块凉快，是不是？高兴了是吧？嗯。